耳庄童花诗舞剧哦。阿姐，你看哥哥的书单，你让我的童花拍谢谢，还没冻僵呢。是啊，记得台北诶，细汉的时，阿妹阿姨做事，大多爱谅解。很多两个是总会仰起拍谢谢的童花，做两条，阿你将将的拍脸，分爱两啥代，还记得吗？我还记得呢。是由台上的张秀明老师他自己创作的客语新诗。
客家。